听说你有一名功修，银光闪闪，所以从来无带来见高僧。伊正在调查其他神秘，白素贞总爱见高僧，三顾未休，为他欲在烟雾霞云见面。那也要我要有三顾未啊，孙勇破军一日时间，同为英勇相见，伊可以今朝以灵体为生。我再寻探访，会呀、不是咸的问题，是我有预感，事情无真简单结束。而且我最担心的是失去求荣前缘的你，亦或如剑尊所担心，无想剑王受命。